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老铁们，今天我准备一点大棒骨，咱们今天啊做一个酱大骨吃，好长时间没有做了，今天咱们做一下。首先把大棒骨放到锅中，加入82年的白开水，加入葱姜、料酒。老铁们，咱们出锅，咱们再给它去洗个澡子。咱把骨头再次下锅，起锅，烧油，油热以后下入葱姜、辣椒、八角、一滴香叶，给它爆香。炒出香味以后，加入豆瓣酱。炒出香味，把炒好的酱料倒入到大骨头当中，然后加入味极鲜、老抽、鸡精、胡椒粉、几块豆腐乳，小火。老铁们，咱们给它炖上45分钟，40分钟以后啊，咱们再调味放盐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咱们已经炖了40分钟了，加盐。加完盐以后啊，咱们再炖上20分钟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关火，咱们捞出来。哇塞！好了。哎呀，好了，莫超。拿筷子。好嘞，拿筷子，你喝点吧。我就不喝。你不喝，那我自个儿喝了。拿筷子，一会儿你还回去泡。看着挺响的。弄。啥用筷子有点得欲了。吃吧。哎，好嘞。这个鱼子，又不喝酒。吃。看着挺有食欲啊。我也来了。看肉，老铁们，差点火呀、嗯，再多炖一会儿啊，更底了，更香了，是吧？怎么着就扔，嗯，放下一会儿。啊，哦，好长时间没喝白酒了。那你说吃这玩意儿，不配白酒造孽，你知道吗？那不配白酒确实浪费了。锅里还有啊。嗯，好嘞。哎，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就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，打招呼。再见，再见。